脏话，吞下去，一动作台湾人能爱了。所以为什么从事情到现在，每个人都说暴力不可以解决问题，但可以解决有问题的人。刘伟健，我操，担担面。网络上有人说你那一天是预谋犯案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我跟各位讲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百分之百没有，发誓没有，不然走出去被车撞死。你知道当天，我先讲一个客观的好了，就是冲突发生以后，我看了看我的手表，你会带一只800万的手表去揍人吗？你会吗？你告诉我你会吗？没有到很好的手表，也不是我最贵的收藏，一只800万的 Roger Dubis 的飞行陀飞轮，你会拿去揍人吗？如果我知道我要揍他，那抱歉，我一定是这样。来，小夫，你帮我拿着。你知道，只要那只手表切到了一点点，修就200万起跳，最少200万，基本上。大概是不可修复的，意思是说有可能整只手表700-800万就直接报销了，你会吗？如果是预谋犯案的话，我应该要把全身的值钱的东西先拔掉吧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常理？我要揍他了嘛，我就知道我要揍他了，那我当然要把身上会造，你要知道呢，你可能虽然这是事后伤害可能是20-30万，你知道一只手表修200-300万是伤害的10倍，算算成本吧。来，兄弟，谢谢。是你，你会吗？你会带一只金表去揍人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如果你会，那只能说你真的超级财富自由，超级超级，起码像我这样爱表人士，我认为每一只表都带着一个回忆，我是很喜欢手表的，虽然我现在手表已经多到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戴了，就是我现在手表都不调时间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在不同的场合搭配的工具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手表，只是因为我手表太多了，我手表几只都不说了，很多，但是我是很爱表的人，我爱我买的东西，因为我当初喜欢它，我买它，所以如果我要做偷一只是预谋的话，那我一定会把最值钱的东西拿起来，我全身上下，全身上下，或许这是芬迪的西装哦，那我做它的时候是迪奥的那个外套啦，然后一件简单的 T 恤，然后对，但是你一定会把最值钱。800万哎，800万是等于是把一间套房戴在手上了，那、你揍他的时候你还不拿下来，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讲，绝对没有，而且也没有 say， 因为有很多人问我说，你们有 say 好吗？怎么可能会付出这么代价，这么大的代价去 say 这个东西？说真的，我就是一个正常人，我就是你的朋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这1000支影片，我没有讲过人家的坏话。可是当人家一而再再而三来惹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揍他？我问你，你会不会揍他？你会不会想揍他？你只要带爸，你都跟我一样，你都会揍他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一直克制自己不要讲脏话，所以我就讲一个替代性的担担面呢。当我们是吃素的，是不是啊？一而再再而三的来，今天如果我跟你一样是一个知识型的 YouTuber， 那你来惹我就算了，我可能懂得你们这个行业的潜规则，我从来没有去批判过任何人，你来惹我一而再再而三，那是我欠你的吗？还是我比你卡细汉？
不讲脏话。我们要做个有素质的人，虽然那一天被他惹得没有素质，但是我要让各位知道，不是我很有素质，而是我也是从社会底层上来的。我希望当我今天有一些能量，有一些声量的时候，能够对社会做一些正面的东西。除了这一次的事件以外，除了这一次的事件以外，我哪一次主动去挑起纷争的？有吗？从来没有。包含这一次，也是对方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亲门打吼，扔头轻棍，差点骂脏话，吞下去。嗯啊嘛，对，一动作，台湾人是扔啊哟。所以为什么从事情到现在，每个人都说暴力不可以解决问题，但可以解决有问题的人。刘伟健，我操，担担面。有人找过我们开拳赛啦，然后有一个很高的报酬，但是其实我不想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的年龄，我们的集聚不相当嘛。我是长青组的，就是可能在40岁、44岁，反正就是他是相差12年，怎么会在同一个集聚呢？身高、体型、体重可能也不是在同一个集聚。再来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不想要你有钱，我不想要你有钱，因为有钱你可能就会好关，人家就算给我1000万、2000万，我都不会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给我1000万、2000万，他也会给你1000万、2000万。1000万、2000万对我没什么，但对你可能是救命钱。我不想让你拿到钱以后，你很好关，知道吗？贱货，知道吗？我不想要你好关啊！你的担担面呢？你怎么可能要好关？是不是？你拿1000万、2000万，关得舒服了，我就不开心啦、啊。我宁可不要这1-2千万，我都不要你好关，知道吗？